掌声听听看，一二三，谢谢这个小二
掌声要带给我们吉山庙全体同乡族理事，还有今天晚间庆丰歌台的，也就是咱们陈泽良夫妇、陈德昌夫妇，感谢我们老板、老板娘，感恩有你们的鼎力支持、全力支持以下，今天晚上黄奕威才能跟随着立新娱乐制作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欢庆，感谢感谢大家。说到今天晚上呢，为大家安排首首不同类型曲风的歌，都可以得到大家的喜爱。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的呈现送给庆丰歌台老板、老板娘喜爱的歌曲。我相信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对这首歌肯定也是非常的喜爱，印象深刻。来欣赏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嗨嗨丁秋》，三毛力量改编。
么要特别的送给我们陈肥昌夫妇？那我记得老板娘点的是产马西缸啊，现在有做优惠，好像去shopping mall 买东西 promotion 啊，你点一首送另一首，所以有双语的版本。哎，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各位老板老板娘大哥大姐送上了红包，感恩你两位阿婆你俩眼花不回继续的，谢谢大家的红包，祝福祝大家越来越好。然后呢，刚刚大家听到了这个嗨嗨林心加产马西缸，希望呢我刚刚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有跟着一起演唱，而且很巧哦，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有收录在我的专辑里头。今天呢从槟城飞到新加坡来到吉祥庙，真的很荣幸可以再次的站在美丽的吉祥庙，富丽堂皇，而且人山人海。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呢，很荣幸黄立威可以来到这里演唱，那今年呢带了另外一个身份过来。今年呢我刚刚才加入就是吉隆坡银城唱片刚推出的首张专辑，然后呢也是有把专辑带到现场，如果要支持的朋友呢，希望大家可以给予支持，带给我的特别的助理，他们会帮我到台下去跟大家介绍。 OK， 那么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不同类型不同曲风的歌，迎合现场每位朋友们的听歌享受。那下来这首歌也是其中一首指定曲，我觉得我们吉祥庙我们的老板老板娘太会点歌了，从刚刚嗨嗨铃声来我们跳到另外一个旋律，另外一个曲风，相信也是大家熟悉的一首好歌，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谢谢。